行程去吊船，意外。本来这边是有水的，他把它填平，所以他现在这边应该一个浅场，现在场变很浅，也因此可以走过。是一个非常浅的草，这也可以遮雨，倒是还不错。看起来就很浅，到处都是尸体，不知道埋了多少鱼虾。鲤鱼，死掉的鲤鱼，拜拜。掉掉看。成语就是会这样子，漂亮，腹部会红色，然后会很多颜色，但是大概大就大到差不多这样子，不会太大太大。
经变得很浅。